池上米是台湾享誉盛名的好米，不过现在却因为闹水荒，产量出现危机。今年台东因为没有台风带来降雨，池上关山一带的灌溉用水锐减，主要水源卑南溪是一片干枯。再这样下去，明年春耕恐怕就要抽地下水，不然就会种不出米，让当地农民叫苦连天。